太饿了。应该多一点油好了，你擦。记录一下而已，我这太烂了呢。你跟爸爸同性好像。我跟你。没有，我只有带六罐，小二也是小罐。对啊，是小罐。开了，直接带。可是讲的比较重要呢。对啊。因为学生都要听啊，学生什么都还没做就一直在听，对不对？想吃，他直接开始巴结我。老师都在讲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做过。对啊，你看。哦，现在都是国产的。嗯。可是前阵子好像下雨，所以它本来可能三条五十，然后变一条九十。对，三条五十算很便宜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就躲开市场。不是，他们不想理我们了，我们的需求太多了。不要国语的，不要国语的，这个 OK， 但是要听法语的。来跟你告状，然后叫他拿出来。拿什么？买什么？好，从这边丢。丢去哪里呀、啊？丢去哪里呀、啊？姐姐，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会烧到多少人。觉得我没办法登山了。为什么一百年？我胆子很大，我敢直接抓那种很大只的蚱蜢。哇，转我要看成，那你敢抓蟑螂吗？我敢啊，我打过，我用打拖鞋。这个会烫，所以推好，谁要接？还是要？最后点，因为你很高，所以你看得到。你们昨天偷的那个？这个常常不用那么高，这样就好了，对对对。然后如果快接不了的是主办员。直接在哪来吗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举个那个。高大哥哥，很烫，要小心。很烫啊！会不会很烫？因为一次量太。两只手啦，它掉了哦。有没有中？
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手不要放就可以了。啊，按你往下一点。有声音了，过关，拍手。第四关完。哦，你快到了。哦，动了，动了。你要吹球的下面，吹球的屁股，吹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加油！啊！好厉害哦！三中，好。哇！加油！哦，这种比较危险，你等下打翻。对，我不拿餐具了。在那边。姐姐，那个包包帮你拿一点，多一点。铁罐不会跳吗？可乐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好浪漫哦，原来是有成功。那你冲过去跟李杰一组，你看他当成那个脸。跟菊哥两个好喝多多一样，哇，我会拉丝哎！你可以吗？我来，是觉得没有很辣啊，有两口，可是它那个辣油还在我嘴巴跟喉咙里，开始烧了。嗯，好了，哇，帮我把夹子拿好，夹住，就是用这个切嘛。不行，安生你坐着啦，这样腰会酸。你就是吃这样子。你用可乐的碗就可以了。小朋友站前面，然后你嘴巴都是巧克力。哦，走吧，我们去搜啊。那个搜超快的哎。